接下来呢，我们大家觉得余兴未尽的话，大家可以做一些相互之间的一些交流之间的这些表演啊。所以中国武术的这个就是表现这个搏击方面的一个姿态啊，你跟西洋拳术有点不一样啊。你有时看这个动作的时候，他觉得很绵啊，觉得认为这个动作好像不是一个。